同成长，让围棋技艺变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围棋TV为您带来的晚间直播系列节目歪歪冲九之路，我是歪歪。大家好，我是王春帆。大家看啊，旁边坐的我一个，这坐旁边是我们道场的一个学员，然后你先做下自我介绍吧。啊，大家好，我叫杨洛一，今年12岁，现在是业余五段。嗯，啊，杨洛一，其实我们是认识的，因为我们去年一起去了欧洲围棋大会。嗯，杨洛一，你去年是报的是几段呀？我报的是3段。3段啊？真的好巧哦，去年报的也是3段。嗯，看来你们两个水平应该很接近了。对，然后比赛结束以后我是保段了，你呢？我也保段。然后也是我们一起回到中国以后都学了一年的棋，不知道谁进步，可能进步程度也差不多吧。差不多没着。然后我们今年还要一起去欧洲围棋大会，不知道你报几段？你还没报。对。肯定要多提升一两段吧。嗯，对，我觉得你们这个水平现在应该4段5段都可以试试。是啊，这是缘分啊。不过今天这位杨洛一，你不属马了是吧？但姓杨，跟你我姓杨属羊。上次是一山不容二马，这次是一山不容二羊。看你俩谁能咬谁更咬谁。你看的是不容谁不容下谁。今天王老师第一个环节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我给带来一个猜猜，我们就是猜猜下一首，就是我会找一个名人的下棋棋谱，然后摆出来给他们3个选点，给你们3个选点，然后你们去选择，猜看谁猜得对。对对对，看谁猜得对啊。好吧，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猜猜下一首。好的。我看到那个聊天室里有很多棋友在说小妹妹这么厉害，还有说歪歪输，歪歪能赢这个业务的小妹妹吗？还有说和小朋友下歪歪输，这是小朋友气场非常强大，我有点不太自信了。嗯，小朋友也是跟我是老乡。哦、我们都是洛阳，洛阳棋手出人，洛阳出人才的棋手。确实。歪歪，所以这得小心了。嗯。好，嗯，那我们开始第一个环节啊。这盘棋谱，两个对局者是黑棋党一飞，白棋那个陈时渊啊，一个台湾棋手，不太熟悉他，不太了解他啊。党一飞是黑棋，党一飞也经常做客我们 TV 有看。对，经常搞一些直播，对，高手的对局啊，也是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小帅哥。对，长得很帅啊。这个布局非常常见。嗯。啊，这个棋小黑的，拖。白棋没有按照正常的定型搬，白棋选择了顶，黑棋挡，然后形成大雪崩。白棋没有马上走大雪崩，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下法，打完辅助。是。好了，接下来我要亮出第一手了啊。哦。A。嗯。分头。B。不走了，挂角啊。C。挂这个角。好了，你们去想一想吧。谁先说？嗯。我们先来了，先好，小朋友先来吧啊。杨洛一，你先来吧。A。他选 A 分头。我也想分头。啊、你俩都选分头。对。好，很遗憾啊，非常遗憾啊。这个分头大家也非常常见的。分头的话，因为有两个绝好点，一个两边都有叉，对不对？嗯，对。所以说如果他走这儿的话，咱们就挂角。嗯。然后白棋有跳的有飞的啊。嗯。咱们先看飞吧，飞的比较常见。可以靠。这不是见过吗？嗯，
见过。他的意图是什么？把白棋让白棋走得更重复一些。对，让白棋这个虎的位置啊，后上加后，对吧？白棋搬，没办法，白棋搬断是不成立的啊，搬断是不成立的。嗯，这个地方，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忍，然后黑棋退，那就局部长一个。嗯。那黑棋接继续蹂躏，加你。这个地方白棋只有虎，黑棋大吃。现在是一个选择的时候啊，咱们看这个地方马上被黑棋提了，你想不想粘呢？嗯，比较纠结。比较纠结吧，觉得粘的话这个情况有点立了好几个拆二的感觉。嗯，是。对吧？嗯。是不是有点重复？嗯。所以说白棋下这个下盘也比较多，搬一个，走这个然后就脱枪。给你提掉，然后就辅助，这样下法的话，就白棋抢了个先手，这个地方也算很厚实。嗯。嗯，这一扳通过这个扳，这个角上是不是没有点了？嗯。这个两个你们这个水平肯定没问题了。嗯。对吧？就没有点了，然后抢了先手，把这个小飞守到。嗯，怎么觉得怎么样？挺好，我今天早上刚下。刚下过早上哈、啊、刚就早晨我是挂这边的，然后老师说应该打这边，说这个是个绝好点、啊、必须打这边。我是讲的是吧？我觉得这样白棋好像速度不太快，速度有点快吧、嗯、而以后这个粘度也非常大的一个手棋。嗯嗯，这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长型。但是呢，但是实战啊，挡一飞选择了挂这个啊，要这个小木星位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选择分头或者挂角。嗯。但是现在这个小木挂角变得很大。对，挂角变得很舒服了，所以一般布局阶段会先挂小木的角。嗯。很遗憾啊，两个人都没有答对，不过这个下法也是可以的。嗯。是个人喜好不同。我们猜的下一手有没有说一定？对，纠结你们这部棋可能很多高手也在想。嗯。我白棋搬这个定式我很少见了。这个定式好像好多年没有见过。好多年没有人下了，一般都是搬这个现在，或者流行这种叉二，叉二最多的。嗯。对不对？嗯。这个我们也经常讲到吧。嗯。实战搬这个，好。好吧，打这个啊，这个时候咱们看一下，能粘吗？好像不能。能吗？定是不是先打？如果我粘上呢？这也是个小问题啊。白棋下一手会怎么办？如果你还是猴的话，我是不是还原定式？嗯。那我白棋长出来吗？那我断呢？不知道。就站上啊！现在咱们看一下争子。争子黑棋。这是非常容易，稍微不小心就容易犯的错误。争子肯定是黑棋不利，黑棋不利，黑棋不利，只能长了，那就。嗯。这就差太多了。这个棋迷朋友也记得，一般定式下数呢，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一挂完打士一粘，黑棋只能下这样，以后被两点啊，这样的话黑棋亏很多。嗯，对不对？嗯、所以说黑棋啊，我相信啊，白棋如果只能下成这样的话，白棋是不会选择这个定式的。如果选择这个定式的话，黑就压一压。嗯，黑棋好厚呀。对，白棋的本意不可能是这样。嗯。所以说一定看到了这个争子啊。好，在这儿的时候，黑棋必须先打啊。是。白棋怎么办？提。对啊，很好，这时候就不要提掉。嗯。黑棋也提掉。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定式。见过没？见过。啊，这个定式就是白棋要速度要那个外面黑棋失控多一点。嗯，这个形状是一个很令人很难忘的一个形状。为什么？就是很对称啊！啊，长得很像，对对吧？过目不忘。好，下一首我们再猜一下，接着第二个考验来了，做好准备，你们俩给你们选点了。
A 跳，嗯 ，B， 大家你不想点知道这个点吗？那我赶快站了。C 大飞，这次还是你先吗？对，你先吧，嗯、你死了。我选择这个跳。看看我们小杨同学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嗯。嗯，是这样。看来咱俩实力真是。你俩从上回在欧洲问题大会三段组同时保断。对。你俩都选了这个跳是吧？嗯。没有，真的没有，没有改了。哦不，我换一个。你换一个，想换了。嗯。啊，行。别后悔啊。别后悔啊，有可能是、没有关系的，走这个。走这个哈。嗯。这个比较想走。对，就按照自己的第一感啊，嗯，咱们也是考验第一感，嗯，好，我看有亲戚朋友很多厉害啊，大飞十分，你们厉害十分，他们俩我不行啊，这个跳拜拜，嗯，巨大无比，嗯，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梗的话，它是巨大无比，哦，但是如果没这个梗的话，咱们看一下我一挂，你现在就很难了，你如果走这边，我这边一点分三，这边是有点伤，或者双飞燕，嗯。你这个咱们看一下这个外事的干什么打酱油呢的效率就低了对效率变得非常低如果你说不行我让我这边变倒霉那好我一插你跳都空了有点这个跳神马呀啊嗯神马都没有对不对然后一但是杨洛一这个走这个啊我们小朋友走这个咱们看一下我也是一个道理啊跟那个是一个道理的我一挂脚你还是很难以抉择你如果还在这个地方扎钉，你现在不能在这上下了，嗯，这效率太低了，只能扎钉。黑棋还是一插二，能看一下。白棋一上来的后势就没有，效率就变低了。嗯，对，发挥不出自己的威力了，对吧？嗯、而一上来这个定式啊，就是黑棋木船很多的，毕竟黑棋提到了脚上，对，白棋提到了外面，是不是？所以白棋就要充分利用外面，对，不然就不划算了。嗯。这个大飞是正经啊，亲戚朋友们很厉害啊，这也是非常好的感觉，我觉得。嗯。下一个棋，咱们接下来了。这种棋布局阶段，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好棋。嗯。经常会这种棋上一看就是很多天王山在此，是不是？嗯。有没有感觉很多天王山？是。那咱们就一一看吧。好。A， 连片。嗯。B， 刚才讲了，你不走我得走了。嗯，这个地方我挣过来也非常大的。C， 飞起来这个啊，是都想下，都是你的就爽了。嗯、对，需要一把三连飞刀。你俩这个。该你先了。该你先了，好好想想啊，他可能不会再选你了。也不一定，你俩平着呢。不一定，我俩现在都没有达到。要不就反正不打算水平看来是比较接近、嗯、布局就是跟可能根据风格嗯很多嗯这选这个吗哎呀 OK 我确实也挺想选这个你这个行吗这个你选这个要不也这个要不我选这个吧选这个啊嗯你走这个你还是为了这个目标哎其实我是想选这个但是我为了跟他分开小杨同学分开就选了这个啊你说这个应该也不错吧歪歪这个大局观还需要加强我们身为小杨同学啊不错啊先答对一道题这个就是飞一个、嗯歪歪这个棋如果走这儿的话白棋可能毫不留情的马上走这儿嗯啊你走这个我就压掉是咱们看一下白棋这个大飞再加上这个后势这个配置呼应起来了太感觉太漂亮了对不对、嗯、以后比如说就尖一尖咱们看这个位置配置太舒服了啊所以说这个棋啊这个头非常重要一定要掀起来以后你再拆掉嗯嗯，好，白棋下的棋我是觉得有点问题啊，实战小尖里的。
对不起，我为什么没给你猜？因为我觉得不是特别好。那应该是哪更大呢？我觉得这个棋要不把这个头跳起来，要不震一震也是很大的一手棋。嗯，他如果再飞的话，我这个地方可能就洗他了。那如果这个时候两个人对围，是不是看起来像一个是就是一人围一边儿配角一样？对，小手枪，这可能一会儿就下来了。这也是这盘棋是围棋非常重要的一盘棋，对四川队来讲。哦。啊，他应该是第六轮，是对非常重要的一盘棋。嗯。关于他们的升级，实在这个棋，我觉得在布局阶段有点缓了啊，你们觉得呢？嗯。还是这时候争头更重要。对，我觉得这个头非常重要，因为这把角嘛，黑棋他也不会暂时点三三。嗯，对。布局阶段啊，把棋下在外面啊。是的。可能陈时渊风格比较厚实，比较爱地，也有可能先捞后洗嘛。嗯。也是他的战略，可能。好了，下个棋啊，接着来啊，咱们。好的。就隔一步猜一手。对，前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嘛，这个棋这盘棋。好了。A 打入，当然我说了你不走，我是没有进来，嗯，也是契合的一手啊。B 连片，嗯。C 扔一个，这是什么啊？对，扔都就扔这儿。嗯，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嗯，这为什么？扔当时。因为这是王老师摆的，然后现在又摆这儿了，所以肯定。对对对。哎，发现我第一步不就摆到那儿了吗？对啊，但是之前这个悬念，这你意思是我的点比较臭是吧？不是，这是从逻辑上不一样。啊、要是不是这个的话，肯定继续走这个。啊，两个人，我们福尔摩斯智商非常高哈。这推理能力，推理能力，福尔都是福尔摩斯。好了，对了啊，这个我有点疏忽大意了，被他俩偷鸡取巧，嗯，不好对付啊，这两个人都。嗯，挡一杯这步棋啊，我觉得非常有才华的一手，真的非常有才华。嗯，他能想到这一点啊，一般的棋手都是这一点。哦，这个点也是比较容易想到的，也比较常规的一个想法。但是白棋肯定要这么下了，嗯，然后走这个棋可能就变成 K 级选手了。这时候就是打入进去就愣吃，开始吃掉。双方都是愣吃，但是我觉得我看了一下啊，黑棋这里不是随便拖了就。对对对，这个我们小杨同学说很好，黑棋比白棋虚，啊，所以说他没有敢这么下，嗯，啊，他如果觉得他实在的话，他肯定就没来了，嗯，反正我怕谁啊？嗯，小杨同学说的很好啊，所以这步棋一定要往前进一步啊，非常好的一步棋下的，才华横溢啊。白棋也不肯被以后被搬住了，先尝一下，让这个情况变坏。嗯，好了，咱们大概说了三个问题了吧？四个问题啊。现在是二比一。嗯，咱们接下来猜第三个，好吧？嗯，好的。嗯，分头，那以为了，然后拆边。嗯。然后这个棋碰进来，这三个选项是该选项？选你了，要不要来选？我选这个碰吧。选碰进来，掏空吧。嗯。那我怎么办？你没事，你可以选一样的。你选一样的。嗯，那我就。我发现一个问题。如果他一直给你选一样的，他就赢了。对呀，好机智啊！但是你不行啊，你要靠才相信自己的第一感啊，不能。第六感很强的。这个我相信这是他的第一感。你觉得你是走这个，嗯，还是走这个，还是走这个？我跟万万姐其实心里上。心连心，你俩是吗？嗯。你俩这么熟了，我坐到中间感觉怪怪的。这其实心连心没有用，主要是都不对吗？都不对啊！怎么又不会了？这个其实这个破啊，不能说是绝对的坏棋。嗯，如果黑棋这么下的话，比如说搬，这个最常见也是搬嘛，然后退，大家发现哪个子不对了吗？
这个字。对，这个字显得很孤独。确实。一会儿给你，你走不走？哦。这全怎么说呢？这个地方这一坨子，墓也没有，一会儿被一爬。还不破。对，还被一爬，还搜刮得很惨。所以如果简单这么下的话，我觉得你俩都是对的。嗯。但是。加一个。对。我们同学反应明白，他说加过了。加过来，他黑金斑、白金斑，一般最常见下来是这样下。嗯。然后压，然后就长刃。这样下的话，白棋有孤棋，对吧？嗯，是。嗯。然后自己跑的话有点无聊，还是给黑棋都撞成实地了，不是很满意。所以碰不好。所以说现在碰稍微有点急啊。嗯。他实在选择这个分头也是很奇怪的。哦、嗯，他是不是他是划标了？现实中下的不会划标，一般是这个吧。对啊，但这个你们想想担心什么？再走过来黑棋这种棋。走的这个的话，他肯定是咱们从白棋的角度来想，嗯，他肯定是怕你拆这个，要不他不会去拆这个点。大家也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是不是？如果他怕这样的话，如果他怕走这个的话，他不怕走这个的话，他肯定会选择这个点。他那边就一拆二就够了。然后他只能走这儿，然后这个就飞起来。我当时简单看着，我觉得这样的话容易突黑，白棋容易有负担，这个地方慢慢自然成功。嗯嗯。你们觉得是不是？嗯，是这个意思。而且这个地方黑棋感觉发挥了，毕竟白棋不活嘛。嗯。所以他选择了这个也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想法。等于想让黑棋拆这边，然后他瞄准这边黑棋的弱点。对对对，他一定要冲击这个地方弱点。嗯嗯，黑棋不可能再这身为一流高手，不可能再来这事儿了啊。嗯。然后拆边。然后呢？白棋下的棋非常凶残，我就给你搬出来了。对，搬出来了。这步棋简直看上去，他把黑棋给断了。正常我当时觉得我的想法，我下棋的话就跳一跳算了。再瞄一下啊、嗯，再瞄一下，但可能就点一点，你可能没这个机会了，你点一下，嗯，来一跳，你跳的话就跟着跳，这样的话大家看这个地方就非常恐怖，是，嗯，这要围起来半盘了就，所以白棋想通过对黑棋棋形的弱点的冲击来获得自己的整形，嗯，黑棋当时不让你断掉啊，走这个。那可以跳，好了，下个棋啊，咱们第五个选点开始了。好吧。靠。靠。A 是靠一个啊。嗯。B。点。看的都挺玄妙的。C。出头为上策。嗯。该谁想？该你了，该你了。嗯，这么肯定？因为这个，嗯，不要告诉我，他不要告诉他，他万一给选一下就少，就嗯，就少赢一刀，没有关系。这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猥琐一个。你想吧，你学过是吗？没有。你看我，你是不是看我这门？我不大盘讲解过吗？在道场，我不跟那个很像吗？这个很像这个棋形。嗯，对吧？哦，对不对？我想起来，我跟那个朴春华的很像这个棋形，我往那点了一个，他们可能学到了。这样。嗯。那次我还刚好算了，我选这个吧。靠谱哈。嗯。看来你们没学好是吧？真是吧，还是王老师跟王老师学过这招了，对吧？来吸我一下，吸一下。嗯，这步棋啊，点一个非常黑，他因为他黑棋还有黑棋的死活。嗯嗯，你是不是第一改也在这？嗯，我其实等着他选完，我就跟他选不一样，推敲一下啊，听一下他。咱们看一下这个棋啊，点到这儿的话，嗯，黑棋只能贴。他不贴的话，被白棋踢到这儿，这个局部他得去活，白棋形状也比较完整。嗯。然后搬。
白杯比较黑啊，这个棋马上点进来了。是。因为这个情况，他觉得被白棋倒虎的话，棋形眼形比较多。贴住。怎么看？下得非常好啊，这一顶，这一贴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话就活了黑棋。嗯。白棋只有接上。然后黑棋，小尖。这白棋里面能活吗？好了，下一个问题就是白棋先掰这个是的。站住。啊，跳一个。哦。好，现在这个棋我不给你们选点了。什么意思？问哦，活棋是吗？哎。怎么样？怎么样做活？说好的不是没有死活题吗？这个我放不过。算了。就该我了。嗯，那我就选择。嗯，你俩抢着吧，两边拖。好，你抢着，谁先说？你先想一下吧。好，拖我挡了。反正我俩想着顶。走这个呢？哎呦，怎么上手啊？他拖。嗯。急，这是最后一道题吧？然后呢？我然后。抢答题啊。然后我看准就说，歪歪也可以说啊。嗯嗯嗯嗯嗯，打劫打不动。变打劫了。打劫不是打不动，感觉打不动。嗯，打劫了。打劫了，这个就非常简单，只能做劫。做劫的话，黑棋比较轻，随便扔两手就行了。不干打劫。那怎么办呢？基本功啊，这个棋。练呢。现在眼位对，扩大啊。嗯。因为你的眼位不能自己填自己的眼位，对不对？嗯。所以要扩大眼位，这里面什么结果？问题比较多。双活。哦、嗯，对啊，双活，小尖就双活了。嗯。但白棋可以选择这个，但是白棋不会去选择这样。走这个，咱就粘上。白棋还想双活啊？白棋肯定选择双活，这样的话就变成双活了。白棋等于也没有木。嗯，是。黑棋外面还挺厚的。黑棋可能粘这个啊，实战粘这个，粘这个的话，觉得这个弱点有点多。哦。这冲冲各种断。嗯。实战走成这样啊。那下一手啊，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对黑棋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哎那我不是胜券在握太急了太急提前宣布胜利我已经忘了几比几了我你比我少多两个嗯好了三比一下一手啊咱们大家看一下 A 先冲一个嗯 B 飞一个这怎么那么像我吃啊 C先连个片吧。黑棋是谁？我觉得这道题是一个性格测试题。这给歪歪点机会吧，选对的人，那个什么，两分，最后一题两分。哦，别呀，这我一下要输四分。这么没信心。这个。黑棋。来，然后一先选吧。黑棋是谁啊？黑棋挡一飞。性格测试题是吧？分析一下性格。然后这并不对，原来我们大佬复过盘吧。我没听过啊，他给高给上面的服务哦，我听过一次啊，在那边。好，那你看看吧。我慢慢品味一下。嗯。他比较谨慎，要不被翻起了。我选这个吧。选这个。嗯，那我选这个。你选这个哈。嗯。啊，有点可惜啊，就差一项，最简单的一手，这两波都是我蒙的。哦，就我搞了两部比较像的一手啊，这个也要下来了。嗯、哦，对，我就这么想的。然后这个尖冲也是什么，你如果爬的话，跳一跳，对，这有点味道。嗯嗯嗯。所以这步棋，它其实就非常淡定的一个拆了一手啊。后面最后是这盘棋后面挡一挡老师输了，阿挡、哦、阿挡输了啊，阿挡被人家这么。简单的走出、嗯、他输了那说不定这手棋走在那儿败招对败招对吧你俩斗死了
都说对不起拜刀是吧？嗯，对。行，你先回到屋了，他觉得对不起怎么样？这部戏我觉得感觉也还可以，如果拆的话，再回来，对，还中间嘛，扩一扩，或者是先冲两下再拆回去，十八秒而已，嗯，行，这杨洛伊小胜，嗯，三分两分小胜，嗯，好，这盘棋主要是我觉得啊，大家对这个天王山的争抢，对不对？然后包括白棋这种分头这个理解吧，可以说对这个棋，嗯，就分这个其实是挺，怎么说呢，真的我下棋的话感觉这个分这个，我当时第一感肯定是批评，如果学生下出来的话我肯定会批评的，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拆，而且黑棋这么厚了，白棋离黑棋那么近，有一点，对，有点无理了，有点无理，而且自己感觉很局促的行动，嗯嗯，但是后来我仔细想了想，黑白棋确实有一定道理，能点到这部棋，这盘棋属于黑棋先捞后洗，不是白棋先捞后洗。嗯，成功了。成功了啊。对。嗯。好。好吧。今天啊，那个。环节输掉了。这个输掉了，看你一会儿下棋了啊。嗯。今天那个杨洛伊也是抱着丁老师使命来。哦，因为上次丁老师又被我整了。对，丁老师被你整两次了，也就是回来就给我吐槽，就说太坏了，这个让我带个高手来给你挑战一下。好。然后希望然后你好好表现好吗？嗯，好，为丁老师报仇吧，也记得我们在聊天室在说等着看我输呢。嗯，啊，好吧，好吧，先去吧我们。行，那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对局现场。大家猜猜谁能赢吧？杨洛伊是我们道场一个，也是跟我们很长时间的一个学生，但是他属于那种边上学边学围棋，爱好也非常广啊，也会弹钢琴，也是个小才女。我职业棋手最好的战绩可能就跟我们的刘老板学过一盘棋，在应该李光杯上吧，跟刘老板下了一盘。嗯，开始了。进去。哎。哇塞，歪歪，这学习日本人的古棋呢，直接手脚了。木谷实的一手，木谷实鼎盛时期特别喜欢下这部棋。这个布局可能 YY 比较喜欢下，上次就这么下的我记得，啊，实战下了，看来 YY 这次捞空了开始。拖的话，刚才我们刚讲过这个下法的话稍微有点不同啊。白棋可能未必会下这个棋了啊，白棋有可能现在打了拆边，我对我们小区的了解应该会拆边啊，唬住了，
辅助的话，黑棋这个可能会选择这个分头了，跟刚才那个星位它的差别在哪？大家看一下，如果还是走这儿的话，这个棋我就可以拆三了。实在如果刚才讲的是在星位的话，黑棋只能拆二，然后被白棋小尖长跳飞起来，这样的话就黑棋多拆一步，下成大致下成这样。下成这样的话，黑棋比较满意。嗯，有点被定射啊，白棋。实战歪歪拆这个不好啊，拆这个被一尖，瞬间感觉白棋缓过来了。啊，歪歪还在，就两个人，我讲的东西确实，这确实是好学生啊，非常的能够把老师的变化，然后马上运用到棋盘中。但是现在这个跟刚才那个情况可不一样了，歪歪。白棋如果打了爬的话，黑棋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吃这个子的。看我们小杨同学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给歪歪老师当头一棒，敲晕他。嗯，这个棋刚才还有一点没讲，如果白棋退的话，黑棋一顶；白棋如果拐的话，黑棋就脱先了。但是不拐的话，比如说白棋守个角，这个地方以后压一下是个非常享受的一个事情。如果你走这儿的话，然后我一点，咱们看一下粘的话被一夹，这个地方白棋空就被掏光了。所以说黑棋白棋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退的，要不搬，搬完脱先啊，要不粘上也是可以的。嗯，但是两个人往往都出乎我的预料啊，退一个，黑棋也退，黑棋当然顶住了这棋，就回来得说说他们了。双方下的都比较松，像这样我觉得白棋还是可以的，毕竟抢了个先手。歪歪瘦了吗？反正镜头上看着，反正至少脸没瘦，我觉得。这个棋反正挂角黑棋，白棋应该是跳一个。嗯，跳一个正常，然后黑棋可能会选择点三三，这也是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个变化。然后加一个，走这个，然后拆，然后白棋粘上，或者是白棋虎一个，这是非常流行的一个变化。最近黑棋抢得了先手再拆，大家都喜欢调侃歪歪啊。反正上回丁老师回去很生气，丁老师跟我说一定要把杨若一把歪歪老师杀一盘啊。上回被骗得太惨了啊。嗯，实际上小飞了一个也是比较稳健啊，这样就准备脱先了。现在这个选点反正挺已经有点难了啊，这个地方分头肯定也是个点比较好的。然后逼，如果黑棋逼的话，白棋逼黑棋，这个棋挡住就先手定型之后，然后可能会选择打入之类的。
然后我还觉得这个正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点。正主的话，黑棋如果拆边的话，这个地方有一点非常舒服的，有一个局部妙手。白棋希望黑棋挡住，这样吃掉，然后尖一个。这样的话，白棋左上方差不多变成实地了啊，再把这个打入。对，马晓春那盘棋也挺非常著名啊，但是非常老的一盘棋。那次骗太惨了。啊，实战碰了一个，都是我们刚才在这盘，在那个讲解的棋中，讲解挡一飞那盘棋中碰到的。退一个，没有听。拆边啊，这个稍便宜一点，白棋，白棋下得很好。再打入的话，这以后靠一靠，让黑棋变得重复了。黑棋如果这么下的话，就变得很重复。长起来的话，底下被一夹，粘住的话就再拆二。嗯，下得很好，白棋。刚才孟泰，我来的时候孟母还在网上下棋呢，大家都应该知道他什么 ID 吧。这个棋啊，如果黑棋拆的话，白棋就非常舒服，白棋马上搬粘。咱们看一下黑棋这个角上以后还有这种夹的味道，比如随便摆一个这种夹的味道，如果立的话，这个逼就变成像先手。如果你忍住的话，这个棋形非常局促的一个棋形，效率非常之低。哇，实战打入这个，这步棋非常境界很高啊。这步棋他肯定的想法让白棋拖过，然后他走什么长一个，他这样的话白棋也挺好啊。跳起来，嗯，也是不错的一手，可能打破歪歪的意图。再拆，歪歪这个棋下的有点厉害，这先打了一个境界很高，白棋还是脚踏实地的吧，把这个先拖过，让黑棋这个变子变落空，以后再逼的话我就拐起来。黑棋这上面拿白棋没有什么办法，才能这样的话，我猜猜下一手吧，感觉要不震一个，要不打入。这步棋我是非常想下的一手，现在刚好正字有力。大概就这个正字，白棋是有力的。实战下得很稳健啊，小尖了一个，也是非常厚实的一手，厚积薄发的一手。歪歪这盘棋下得到真的挺灵活的，身轻如燕啊。看来默默没少在家教他。尖顶捞地，顶一个，然后跳一跳，大致下成这样。这个时候黑棋白棋可能就不想再立了，如果立的话就被黑棋便宜了这一下。
也是黑棋目的就达到了，黑就在飞起来，想办法把这个地方撑起来就行了。咱们看看期待杨洛伊有什么好棋，脱先也是不错的，这个地方杨洛伊他平时的棋风属于下棋比较厚，非常厚实，然后比较擅长吃棋，也就是说一般是情况下就是对目数不太敏感，但是对杀棋的要点啊，棋形的掌控上还是不错的。这盘棋我觉得也是慢慢的在发挥它的风格吧，棋走得非常厚实。啊，跳了一个非常好啊，也是非常大的一手棋。这步棋走黑棋上边的潜力要大打折扣，但黑棋实战 YY 很贪目，把这个目把这个搬给搬过了啊，这步棋这么快就粘上了，这步棋是个俗手啊。大家看这种棋黑棋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去走，怎么回事？黑棋是不太可能在这个地方去走棋的，比如说白棋走下来，这个棋应该是只能留到官子去下，所以说但是这个粘，所以说这个粘的话就偏早了，然后这个顶住这两个交换要亏一点。嗯，非常好，这个阵绝好点啊，下来非常漂亮。很能捞空 ，YY 这盘棋确实是，可能今天晚上没吃饭，我觉得，然后得多捞点空，吃饱点，为了减肥没吃饭，这是很有可能的。跟王世清就是名字比较像。下成这样的话，黑棋如果是我下的话，我有可能就比较激进的把它打了，如果再不打的话，再轮白棋再动手的话，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变成实地，所以说我觉得打掉的话是黑棋比较好的选择，这么跑出来，反正两块棋只要都活棋应该不成什么大问题。嗯，也长考，这时候长考是应该的。啊，没有压分呢。现在这个阵，大家猜猜 YY 会走什么吧。跳一个肯定不太肯，这两下肯定是白被便宜了，要不就攻击上面，上面这块棋也不是很好攻，比较难。嗯，这步棋白棋下的太漂亮了，看见我这地方可以看见 YY 的头像，在长考啊，二路小尖，有棋友说二路小尖，小尖的话也是一手棋，把自己安定了啊。把自己安定了，然后再说再洗，也是一个不错的下法。啊，小尖了，啊，脱了一个，方向是一样的，继续捞。这盘棋就以这么能捞呢？烧饭肯定是 YY 少吧，挡住
梦梦每天给我们亲戚朋友录节目，可能没什么时间，而且还有很多比赛，就挡住不便宜啊，这个鞋不如我们刚才这位亲戚说的小尖啊，退下来了，等于这两个交换不便宜，爬跟挡交换肯定是亏的。大飞开始扩张。这个点赞三肯定是有问题的。这大家好，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棋只能跳一个，这个棋没有办法。如果不走的话，被白棋靠下来非常难受的，被白棋靠下来只能跳一个。白棋其实这个地方也不是那么容易围，如果这么简单围的话未必是空啊。如果你再围大一点的话，我可能要敲进来了。你再大的话，我说不定要敲进来了，所以这步棋还要沉得住气啊。黑棋的空毕竟也不少，实战点三三非常过分。怎么说呢？也不能说非常过分吧，非常选择的时机非常不好，被黑棋白棋走后之后，啊，再围一个，下得很潇洒。我刚才我以为白棋会走这儿呢，走这个。然后走这个粘住，黑棋飞挡上，这是比较常见的下法，然后再围一个什么的，这下法也是可以考虑的。实战不过白棋也下的不错，围一个。现在看看这是不是只能一起了，这一棋如果不打入的话，不知道往哪下了。这个地方简单消一消可能不是很够吧，不是很满意。YY 敢不敢打入？决一死战啊！这时候就拼的双方一种心理了。白棋其实内心一样怕他打入的，黑棋歪歪要知道的话肯定要进来了，因为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大的一块空，他很担心自己就没了。这个地方还需要计算，啊，掉这个了啊，这步棋是有问题的。大家看一下，上边跟下边明显是下边大一点，上边的话目数非常小，这个地方目数非常小啊，这个地方大很多，所以他走这儿的话被白棋靠下来，白棋可以先声东击西，不用去直接的去这么吃它，什么飞啊什么的，这种棋大家千记千万不要去下，容易帮别人送回家。可以先通过这个地方种种的味道，然后去蹂躏黑棋。这步棋是黑棋非常痛苦的。你看白棋下到这儿了，这步棋就是太单纯啊，只是单纯的想攻击，不够狡猾呀。就梦梦做饭的样子一定很有魅力啊，跟他上课一样。飞出来的话，歪歪这个飞不好，太松了，棋形不正，这个棋形非常不正啊，靠断啊，这么直接。这个棋我当时还想跳一跳呢，他如果贴的话顺势，这样的话黑棋就大亏，走了半天就送进去了，粘的话我就拆过来杵过来，这样的话不行。你要跳的话我就贴出来，这显而易见
黑棋非常被动啊。我们这个小朋友洛伊小朋友非常凶狠啊，直接给他靠乱，一点不给歪歪面子。虽然说曾经认识，但到棋盘面前非常果断啊，下得非常好，这靠乱也可以。今天的网好像不太稳，这样的话黑棋亏损，黑棋还要再补棋，白棋可能就飞一下，飞一飞啊！咱们看一下这个空简直是太大了啊！歪歪这个棋就这么去送死了，为什么不单扳呢？大家看一下，实战这个手太俗了啊！走这个再冲，这样的话咱们看不用去刻意交换冲断两下爆亏，以后可能顶了扳过来了就不会去冲了。实战等于这时候走完两下又冲了一个，就损非常多，他肯定没有注意这一点。哇，真是不愧我学生啊，下来感觉跟我一模一样。然后再飞一飞，黑棋局部可能还没有活境啊，跳了一个，这步棋有点优势意识了。这步棋还是要再继续撑一块，撑一下，毕竟黑棋局部还没有活境，以后这个地方你不管再走什么，我这个局部一点你只有粘上，我一尖，咱们看一下，黑棋局部是死棋，所以黑棋不敢在外边轻举妄动，但实战跳了一个，黑棋反而来劲了，要飞断它。歪歪可能意识到自己不是很好了，要想想办法。飞出来，现在简单做一下判断一下形势啊。咱们先算黑棋这条边大致多少目，如果从这个地方两目棋开始点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四十五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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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目棋，不算这条边，三十五目这条边大概在二十目左右价值，因为你即使把我这个打了，我这个地方也能为二十目，你要破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可能也能成功，三十五加二十五十五，五十五加这个地方六目棋左右，六十目多一点点。白棋这一块先五十五目棋，这块如果点到四线的话是五十五目棋，然后加这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十目棋总有了六十五目，现在来说白棋肯定是优势，但这步棋超级还手啊，一定要往，咱们记得活棋的手一定要往里面钻啊，跳一跳，同样是活棋，不光破着目，自己眼睛也非常充分，这样的话黑棋非常难胜了，非常难下了。实战这个优势意识太强了，这个棋黑棋如果拼进来的话瞬间就不一定了，因为咱们注意一下黑棋这两个子虽然说死了，但是味道还是非常怪的，所以利用这个味道黑棋想办法能钻进来，可能最后的拼搏是这个杨洛伊这个飞给了黑棋太大的机会啊。这老掉线，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们可能跟歪歪也是不定期的会带些我们到场的学员，
会经常的上这个节目，然后希望大家也能多多关注我们吧，跟我们的学员跟 YY 我们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嗯，有点优势意识，白棋。现在看 YY 敢不敢下这步棋了？这步棋我是比较讨厌的。进来了啊，白棋还在忍。啊，这两下黑棋一退，黑棋要退了，靠下来，不知道敢不敢。决一胜负，然后或者镇住，双方比的就是这种魄力，这种时候。嗯，这步棋考验白棋胆量了 ，YY 这步棋胆量非常大啊，双方当仁不让。非常好，靠下去，决一胜负。黑棋也不可能在这跳了，再跳的话，没破到什么目，只能靠下来了。然后白棋镇住，这个地方算是算不清了。两个人都开始读秒了，没有赶下来。那白棋还是很满意的，能下到这儿。这个棋 YY 不下来的话，说不过去啊。嗯，拼官子呀，这一般官子棋了。嗯，接着刮。这个没有办法，命令式啊。然后 YY 把这个围住，这样的话白棋不想点办法，必须得飞断它。这个中间应该是有一定的棋的，如果断的话就打吃完贴。黑棋这边不活，上面不活，那个这个地方还有冲断，所以说。黑棋是不是要在这个地方补棋呢？如果补棋的话，我觉得白棋还是优势的。今天 YY 火气很大呀，这棋下的，继续蹂躏，白棋不干了啊！白棋点进来了，希望走这儿，然后一尖，这棋就损进来了。我们小洛伊下的不错啊，抓住这个机会了。嗯，点到一下把白棋黑棋点中了，然后再搬过，这个是好棋啊。现在 YY 看来必补不可了，如果再不补的话，被白棋出来的话，黑棋可能只能死等着死棋了。这两边粘上，把黑棋又白棋又接上，然后黑棋怎么补一个吧？这么补不一定安全，跳一跳吧啊，这样就比较安全啊。然后下来，当然在黑棋白棋这块55目，现在可能。现在点一遍，40目棋了左右，少了15目棋。嗯，40目加这个10目棋，55目。刚才这35几乎没有变，40多一点。如果尖住的话，这个地方有15目墙，也差不多小60。55对60啊，粗粗的判断是这样的。但这个地方肯定是因为比较难判断，双方都有黑棋也有些保卫，比如这个尖啊，然后白棋这个地方肯定也有些保卫，可能要补棋。
所以这个时候比较难判断这个形式。嗯，跳了一个，现在白棋必须下来了，这个棋绝对不能再被黑棋围住了，这步棋应该是只此一手，或者是稳一点的走到这儿都可以。嗯，看到小朋友啊，这步棋这要干什么？这个挤要干什么？把损官啊，官子损太多了，莫非有这个他反击了？要干这种事儿了。但是 YY 会这么傻憨厚吗？贴住呢，然后长，我们小洛伊要发力了，在这地方这就非常乱了。嗯，这样的话好像黑棋不太行，黑冲的话就粘上，再冲就勾住，黑棋不太行啊。哇塞，这要结束了快。小朋友抓住这一次机会再断掉，这不止损了大半手棋，损了快30目棋啊。歪歪是不是没睡醒啊？这盘棋迷迷糊糊的，从这个作战可以看出来不够敏锐，缺觉啊。我们这个小洛伊非常厉害啊，刚才他补棋补的有问题，刚才我说了，我当第一感也是在这跟歪歪一样，但后来我看这个味道是非常怪的，可能要跳到这儿，跳到这儿的话这个地方也对白棋有一定的冲击，顺势就补住了。实战跳到这儿的话 这太厉害了，这步棋啊，一点小棋这一长一冲断，这怎么办呀？嗯，白棋下的漂亮，这一系列手筋展示了非常好的棋形的一些展示非常好的棋形，把棋形的要点都走到了，顶住没有关系，这就不用收官了。损了30目棋，本身 YY 这个特写来了，快哭了，这都瞬间结束，这是突然死亡法呀。嗯，小洛伊计算的非常准，嗅觉非常敏锐啊，就像一只猎豹似的，只要给他机会他就抓住。我以为结束了呢，啊，顶住顶住就粘住没关系，替丁老师报仇了，对，丁老师回去要可能要奖励他了。嗯，这个咱们看一下死了多少目，7、6、6、八个子，16目，17、18、19、20、21、22、23、25目左右，25目棋，现在突然增了25目棋，这个空就差太多了。嗯，白棋先打吃就完了，打吃完一战。这是无用功啊，反而亏损了，这不虎一个反而亏损了，被打吃完粘到这儿，自身形状又变薄了。看来计算上我们这个小朋友还是略胜一筹。
这盘棋 YY 下的太迷糊了，有点。粘上，实地损失惨重。看一看这个地方，能不能想想办法了？这也简单的，这我就想吃一个子，我可能就给了，这没有关系，这个子随便吃。那围住这个的话，大家看看怎么样？点点木。这有一尖，确实不是很好围，黑棋。白棋只要先把这个尖回，这个一定要先尖回啊！逆收官子，顶完扳一下，然后再走这个。这样的话，粗粗判断十、十一、十二、十三、四、十五、十六、十七。黑棋六十五目棋。咱们点点白棋，我这块就六十目强了，加这个地方七十目棋左右，盘面肯定差很多。这个棋啊也可以啊，但这步棋给黑棋是不是留一个妙手？我不知道，挖到这儿。挖到这儿的话，可以挤一个，挤一个就打，不行。吃的话就一吃，如果团的话，黑棋当然不能冲了，但黑棋可以冲过之前先搬一个，这样的话有这个妙手可以度过。但是马上就长掉了。就看中间了，这个棋中间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棋的话，黑棋比较难，已经比较难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干嘛呢？就倒下来呢？其实白棋如果有经验的话，就先尖一下，这个棋把自己连后就完了。他如果挤过的话，咱们把这个挡下来，他是过了，但是我们把这个挡下来也一样有收获，而且是先手。黑棋必须要挡这个，再把这个顶回来，顶了扳回来，这样白棋胜势肯定不可动摇了。小尖。然后再冲下来，或者再把这个地方先走了，顶了扳完再冲下来，这个棋就结束了。这盘棋 YY 是主动出击，主要是没对自己的形状没有做好，自己的特别是这一靠。大家咱们注意了啊，被白棋这一点瞬间变重，粘完之后再被一扳过，这瞬间这个棋的味道就不对了。没办法，为了减肥也没有办法，可能 YY 今天晚上就没有吃饭。团，这是继续破的意思。但是破棋的话是要肯定招法不对吧，是不是要这么破，目数更多一点。这样的话被黑棋扳住了，这一靠怎么办？靠扳过，然后挖粘一下。白棋这步棋有点问题，团一个问题很大。
这一档巨大无比，只能慢慢蹭关子了。这个棋大家看这个地方有棋吗？这点进来，点进来，如果走这儿的话尖，这个地方就能搬过的话还是收获，有收获的。白棋中间而且变薄了，可能要再补一个，这两个交换肯定是便宜了。现在还得走这个啊，那白棋把这个接上最大了，而且很厚实。又是五目棋，黑棋，黑棋还是六十五目，白棋这块六十目，盘面可能还是不太够，没有黑棋没有什么得到什么便宜。白棋这个地方收束也是最佳的下法。现在只要把这个棋粘上，这个棋不光目数好，味道也比较好。啊，这个棋十目棋左右，加上味道，差不多有十目棋左右，也是非常大的。它是不是又要阴着这个东西呢？我小棋手很坏呀，下棋看来，大家看一下，如果你打简单算成这样的话，以后一冲的话，我先侯，一拐，以后这个地方有一挤，如果这个冲是先手的话，你只能补，你补一个这被挤断了，所以说冲你只能走这个，然后这一拐继续挂木，这步棋也是非常大的，虽然说木数上只有八目棋，但是带一定的厚薄。也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关子。打了，打的话，可能看到这个问题了，被拐非常大，本身目就很大，现在白棋白在接上。继续接，还要威胁他啊！他的棋风就是这样啊，时时刻刻看着对方的弱点，拿着对方的弱点去下棋。下来还不错的，这个粘目数也不小，单从目数上，两个子是四目、五目、六目、七目，目数上有八目。提的话，这个池先生目数上大概有八目棋，也是巨大的一手。还是加了一定的厚薄啊，打八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关子，因为为什么它有下一手，这个棋如果你把这个粘上的话，这个棋我可能要加一下，再继续恶心一下，你走这儿的话，对不起，这可能要扑劫了，所以说白棋只能忍住，然后再吃，这个打八大家看一下也是多少目的关子。我预感十三目以上，一二黑棋吃的，白棋如果粘住的话，半粘是先手，黑棋等于就是两目棋了。现在是一二三四五，提一下先手，六目七目，黑棋长了大概七目棋，白棋如果接住的话，白棋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大概十五目。这个关子可能更大一点啊，这个毕竟实控就粘住，毕竟实控就八目棋，底下打八大概十五目，但是啊，这个太不细腻了啊，冲一个，你当然先拐了，这个不要去想阴他了啊，再冲，然后黑棋补一个，然后再搬粘，这应该是一个好次序。实际上走这被一搬亏了。一二三，亏了三目棋。
占主地，占。嗯，搬完它能粘吗？它如果粘上的话，我就粘。以后你不管走什么，我这提一下，提完这一挤，这个地方要坏啊。打的话立，吃，一扑，这个不光木薯没了，眼睛也没了。看见了，不敢粘了啊。到收官的时候，还是一定要争双方先手，先手的地方。小将杨洛一，这个粘有可能亏一目棋 ，YY 这个将其实是亏一目棋的，如果被挡住的话。就不用补棋了，这个棋实战粘了一个，以后如果被黑棋挡的话，气紧的话，这还留一吃，所以这个断又损了。但是白棋也没有发现，嗯，加，挡住，打吃可能只能粘上。现在 YY 要冲击中间的吗？中间的要走一走，感觉这一串关子白棋不少亏啊，不是白棋亏很多，没有下到什么东西，特别是这个单关这个冲，跟黑棋这个搬交换，这三目棋亏的好心疼啊。再点一遍目吧，搬到外后26。70吗？黑棋大概有75强一点。白棋，86、70，盘面差不多。收正常的话，盘面差不多这个棋。嗯，顶的比较冷静，把自己走后就行了。白白比较难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棋白棋胜利了。现在把这个提了，他不走你就把他提掉，这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事情。顶一个，接着走后。嗯，啊，我看到一个妙手啊，我不知道他俩看见没？这一跳，如果冲断的话，这个棋就要完了。他一冲，可能是黑棋最后的机会。这个棋不知道 YY 有这个嗅觉没有？白棋如果只能忍住的话，这个木薯要亏很多啊，不是木薯的问题了，这一靠挤一下，这以后是不是冲一下？这个眼型有问题啊，当然在必须接住的情况下。嗯。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这是什么意思？这不一跑呢？切可恼啊！这棋下的太晕了，这棋什么样下的？这是这靠一个太有问题了，这跳应该很容易发现的一手棋，白棋气非常紧。白棋这个顶其实在紧自己的气，就这个顶
这不是，这也不亏木啊，本身木就亏的。黑棋不能硬了吧？这个局不，侯一个是，侯一个，就提掉。你这个肯定输了，这盘棋下的时间也不短了。黑棋，这没什么关，已经没有关子了。唯一的白棋薄的地方已经走了，已经是变成钢铁侠了，无比之厚。还补啊，接着补，再把自己补补厚。看来小姑娘已经点醒目了。没关子了，这接下来都是浮云了。粘上吧，底下这个还不敢粘，那得粘呀，粘完把这个粘上算了。白棋看一下，跳一个关子，跳一个黑棋很难办啊，黑棋走这儿被一点啊，我白棋最粗俗的点一个跳就行了，这就过了，等于黑棋就一目棋。YY 这是弄啥嘞？这棋都该做死活了，我觉得表情很痛苦，看见了，表情非常痛苦。输了这种棋就是一念之间，一个地方没有下好就结束了。围棋这可能也是围棋的魅力，不管再好的形势，可能每步棋都要下的紧凑一点，都要想到最坏的结果。这白棋对 YY 来说应该是个深刻的教训。希望他们以后都能注意一下。我们到场好多小朋友都想挑战一下 YY。杨洛伊平时也是学围棋时间非常有限，大部分情况下平时都在也在学习，学习成绩也非常优秀。好像是河南话吧，这盘棋真不知道 YY 弄啥了，可能还有人说是山东话。这后面就没有意义了，只要双方正常下就完了，就不需要点目了，大家团住，这不要被挤了，这再被一挤，两目棋又没了。多给 YY 送送分吧，鼓励鼓励他。这一局应该是，我记得我录了两期 YY 二连败，丁老师录 YY 就没赢过，对吧？然后等于是已经是三连败了。
对，对 YY 非常需要大家的鼓励。这班我们小洛伊发挥非常出色，我觉得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啊。虽然说有些细节下来还需要加强，但是大局下来还是不错的。然后最终是反击啊 ，YY 跳了一个被反击了，也非常好的嗅觉。我们小洛伊马上移民可能要去加拿大了，希望他能够以后能够代表加拿大参加智运会吧。为多拿点，说不定以后会拿很多的智运会，会拿很多加拿大的冠军啊！毕竟年龄非常小，也希望杨若一在加拿大啊，能够继续坚持学围棋，能够在学业上也是有一定的成就。看来我们这个杨若一人气非常高啊。大家也多多关注我们这个小朋友，以后很有可能在很多比赛上都能有他的身影。现在加拿大围棋也发展的也挺快的，高手也非常多，因为我们很多华人都在那里。有华人的话必然会有很多教围棋的。这盘棋下的是啥子呀，拜拜。四目半啊，盘面差不多，我们小洛伊一直后面让到最后还是以四目半获胜啊。小姑娘是2003年的啊，好，接下来进入复盘时间。睡醒了，突然一场梦一样啊！但是我玩很多棋手，可能棋友们，我跟他说了，虽然最近可能3连败吧，好像是我们最近录了3期，但是很多棋手还是支持你的，那么他们也是希望你越来能再能努力努力啊，能够再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啊！谢谢大家。这盘棋。我们小杨同学发挥还不错吧？挺好的。感觉我循环下的都不是棋。平时下的棋，来这下的不错，是吧？四次循环下的都不是棋。平时可能循环赛可能没有下好。但是今天可能见到 Y 老师 ，Y 老师有点动力了，对吧？想把它切掉。最重要的是带着使命是不一样的嘛。对。输的话回去是个样子，赢的话可能回去又是个样子。主要还。扛着为丁老师报仇的这个任务，这样丁老师回去要奖励你了。好，我们先进入棋局吧。好。这个我刚说了，木谷实下了，木谷实特别喜欢这个，就是第三步就是先站一个角，他怕你挂，知道吧？他再站个角啊，木谷实的下法。当
时有人在那个对局的聊天框里说我是这个什么木谷歪啊，木谷歪啊，可能我跟他们说了、传达我的意思了。我当时那边开着，我右边左边那电脑开着，然后往那边扫了一眼，看你也看见了哈、我说你们，我在外面，我就说你俩都是好同学。嗯，对。我刚想就去俩人就去下。活学活用。对，这是非常好的。我一直都能下、你一直这么下是吗？我下好多盘了。啊，好同学，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分头王一，你不如这个子嘛、分头的话，黑棋更舒服一点、因为你这样的话，你还只能避这个吧。嗯。然后这个棋就可以拆三了。这个拆三的话是也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长形，对白棋的实力冲击很大。现在的话，白棋可能第一杆棋没分的话也是打入吧。这个就你先拆三了。啊，拆三了肯定要选择打入。然后飞。我就觉得这变化比较复杂，就没敢下。其实很简单，你只要会这个飞。它这个可能比较复杂了，但这个是不怕的，你看一下。是吧，黑棋也非常的舒服，黑棋好像挺合适的。对，顺势打了一虎，你走的话我这已经站稳了，就不怕你的冲击了。所以说白棋肯定不能冲的，不能冲的它有什么下法呢？它也不能被我避下来了。白棋尝一个，尝一个。嗯，跳，然后小尖。这个子现在白棋因为黑棋这方压啊种种先手，所以白棋已经动弹不得了，动弹不得，记得这个下法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哦。没有见过是吗？我没见过。啊。好像。见过。见过。这图黑棋非常厚实。嗯。也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要比实战，我还这个要好很多。这个棋的话。好像凑他一个。对，凑他一小瓶，而且。就是喘不过气的感觉，被逼得特别紧，对不对？好同学继续。然后我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跳一个？跳不是很肯，跳的话可能就拆一下。这肯不肯让我交换？我就是觉得可能这时候我再压过来，我多一个子。对，你这两个交换动手也不大。对，肯定是亏损的。哦。所以说你选择要直接走这个，但这个时候是不成立的。怎么不成立？我肯定要反击了。你断，对，然后我打你。我可能因为你这个地方跟这个形状还是差别很大的。对不对？这个形状差别非常大。我毕竟这个地方我又不能吃，你只能跑啊。我这一搬你太难了。这一搬你这已经要吐了。你搬底下我粘上再一吃，你要如果断的话，我这个就死了。对，这个非常麻烦。那现在因为这个地方黑棋少了个子，所以白棋有可能去搬断它，知道吗？好恐怖啊！就是说了，然后又被使出恐怖的一击，发现还是我当时想到这个，然后就想着搬完长安先退。你想？然后他要走这个的话，这块刺一个一个。啊，你就想抢一个先手是吧？就是搬我断你长，然后我加进去还是？如果加的话，以后让我飞。哦，飞，就是他走这儿是吧？你的如意算盘是什么？我本来想的是这个。啊，走这个。然后那怎么办呀？我整死了，没有子。整死啊！我必须要，我就被整死就行、是。被整死。这块拆边的时候。拆边吧，这损太多了。黑棋太厚了，还受不了。这个棋，他实战他给你留着。刚才他问问题也没问这退。对不对？刚才是这样的。对，刚才我们摆了这个，然后还留一手，不说这个退。走这个吗？刚才是这个图啊。对。那这个图就两分了。他实战这个退，其实这个棋你要顶上，你的顶是有下一手的，他不是平白无故顶的。就我顶你这个你给我这一压上来啊，有点崩溃啊，这个形状。他如果走这儿的话，这个形状有个手筋，就去给你点吧。点了一拖。对，这个白棋直接就飘起来了，黑棋目数就全部捞掉。是。要只能退的话。这个棋形就有点太松了，对不对？被欺负了一下啊。
实战，你这个退，没睡醒的第一招，啊，感觉很松垮啊，正伸着懒腰的你。然后拆鞭子，对，杨若一奇功是啥吧？特别喜欢连片。哦，对。三连星中国流，四连星甚至五连星，就是先喜欢起一锅。你进来再说。而且后来也是，就是把所有棋都连在一起。对，非常厚，下棋，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实战吗？啊，快点。先碰，对。这我一般都是长子。但是你不肯搬是吧？你总觉得。不肯搬。长也可以啊。但长话他拆边确实有点难受，你实在下出一个天才的一手啊，这不其实很天才的一手，我当时讲了之后走道吧可能被揉搓就把你压扁了，你这个地方，但是如果走这儿的话这是比较普通的一手，反正这两个总能走一个，但白棋这样回来了，白棋回来啊，太舒服了，对，也很舒服，白棋黑一点就搬粘，稳健一点就飞住，飞住就可以了，这样白棋很舒服。实战这个调啊，有点意思，真是很有意思一首。这个评价还是挺有意思的。对，挺有意思的。反正就比较有想法啊，简单是比较有想法。这应该不是褒义词，也不算贬义词，大家是自己去体会吧。体会啊。这个棋杨若一你是不是十五者为俊杰啊，把它捞掉，对，他上长啊，你是怕他这成起来，你的风格就是怕成大空、哦、他自己喜欢围大空，他必然就怕别人成大空、但是他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像我喜欢吃别人棋子，我就怕死棋，对，非常好，一会儿就我就有一手棋，我就觉得你就体现出了这个问题，但当然这个跳也是不可以的，拆小尖下比较厚实啊，对，这下都挺好，白衣这步棋下不错，转身了，他没有去跟你，我这个就不好，你这也你没有办法，对吧，你这如果再被立下你欲怎地啊，对，你该怎么走，就这意思，那我是尖不好吗，尖也可以，你这地方是两分，正常下，我觉得你捞了不少实地，这个地方黑棋还有收获的，捞了不少，白棋虽然说把你这个潜力小了，毕竟他没有破到最终的实力啊，你再飘到外面，只是破你这方面的潜力，双方应该各有所都有收获吧。但下步棋，我们想洛伊啊，这个粘是非常有问题的一手，你当时也觉得吧？把味道走尽了，是，知道吧？这个地方咱们不说别的，咱保留这个，要以后走单走。你这一走的话，被顶住，这两个交换肯定是亏损的。走重了是？对，而且走重了。以后你万一活棋需要这种东西呢，都是有可能的，对不对？对，把自己的眼位给练了。当时粘完之后看着形状，就想肯定王老等会儿复盘的时候要说。他跟学生这个心理有什么都相通的。对，也知道老师要说什么。对。这个，这步棋下得非常好。这是我真的非常麻，我想了很久。这步棋我当时也替你考虑很多。然后也没想到也是良久了，真的要我下的话我也是这步棋，我黑棋我也不是很好下，我当时说已经是很难硬了，这个局部你跳了跳了，我也跟秦朋友说了，要跳的话这个地方也感觉很松，对，单关一枚嘛，毕竟对他这个阵还是要围控，你这个有点单关的意思，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确实走也不好走，那索性就不只能就是敲它了，我也想脱先就这边或者点脚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有点脱离主战场了啊，怕死，你进来的话你可能觉得这个地方两块棋是吧，两块棋不活，但这个地方就是看谁的胆量比较大了，这毕竟他这也有弱点，他这个地方以后这个棋形怎么拍，这回一搓他是马上要穿象牙，这要挡，他也是有一定的形状、形状的缺陷，他如果尖的话你其实很开心跳起来，这我觉得黑棋比较好的时机，如果你再让白棋动手的话你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就包括后来的这个动手你可能没有找不到这个这么好的机会时机啊，
所以说任何时候我觉得下棋就不能担心太多，要更大胆的去下，你们两个都是一样的，知道吗？嗯，再大胆一点的棋，你看不清，一定要记得对方未必也看得清，是不是？这个拖就是太想活棋了，是也比较贪。这盘棋你对木数的概念都很好，一直在抢木，但就是没抢几木，没抢多少。嗯，发现姚文一起下非常大局，对大局观比较出色。这个你他要胡闲，你肯定要吓唬人啊。但这个棋沉得住气，再围一手。我当时点了一下，我好像围起来好像也不怎么样是吧？嗯，一定要，我觉得就是你也不要去怕他这种围，因为围大空毕竟还是难。但是白棋现在几乎就一方空，他这个地方没景气。嗯，你这条边也还可以，其实哦也相当给力啊。然后怎么出出头，慢慢下午的，嗯，这样出来以后，这个地方白棋也不会再走了。以后削一削，这边能挑一削，想办法把它搓在四路的话，这个空是可以的。嗯，这条边太大了。白棋这儿也有点薄。对，还有点味道。嗯，实际上这个点角就有点贪，哦，贪地了。嗯，啊，他下了国五。嗯，是。嗯，虎一个吧。嗯。接上。嗯。然后也张一个，非常帅气的往那跳了一把。是。告诉你了，已经是这是我的姓杨的了。哎，姓杨的，你真是一山不如二羊，一盘棋也不如两个羊。这盘先围一块，挺吓人的，这是。是挺大的。是，你真挺吓人这个棋。嗯，我也挺纠结的。因为你这个地方没有好进。嗯，我也不敢轻易的进去，我觉得这边，这是我不敢打入。这个时候有点深了吧？其实这个棋啊，就我们职业棋手下的话，我们可能会问他一下，嗯，就当做一种适应手，嗯，啊，这可能就跟高层有意思，就是适应手。如果你敢这么吃我的话，嗯，对不起，我可能要在这方教你。哦，这个地方就是白棋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把黑棋这个地方给吃了，我怎么虎一个？白棋应该没有什么把握。嗯，如果你扎钉的话，这个地方就稍微有点便宜。比如说我再掉，像这种棋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感觉，就我就觉得我是黑棋不好活，我是白棋不好吃，就这么对这种棋就没自信，对，是吧？嗯，你这个情况下确实你多练，还得多练，不能一直就是遇到这个棋咱就退缩，嗯，还得多杀了几盘，杀两盘就有自信了。嗯，对，一定要多杀对方两盘啊。嗯，就是在我觉得就是在对决的过程中找自信。嗯嗯，就是肯定要进来适应手。实在这个棋的话就有点太浅了，太这个棋就是这边好像没那边大，对，就是有种挠痒痒的感觉。没事醒了一步啊，这第二步没事醒了。这个你痒不痒？觉着很无所谓，嗯，也很舒服的，跟按摩似的啊，很舒服。主要我当时5秒了都走了。但是我觉得杨若一就靠一靠，不用理他，你越不搭理他，他越觉得自己无聊。我就破这一小小坨，就是一坨扣。这人不搭他。啊，你还怕他打？但是你这个地方靠的话，他也脱不开手，这马上一扳，这吃不消，对吧？对。所以黑棋可能还要硬，然后再决定这个地方下法。你实在这个下法就是我说了。太着急，太单纯了，嗯，单纯的去攻击。不过我觉得这种棋挺有感觉的，因为我不能让它分进去吧，我总要出来一下。对。然后它这边又很大，就这边就感觉出这边再出了，这边再出了，你靠嘛就对，如果靠嘛，就觉得白棋顺势成了，觉得哪个有空是吧？对，有后势。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那种棋手，他这个棋风的。因为这盘其实质量是我来的一盘比较不好的一盘，比较不好的。对，我还觉得我下的挺好。我觉得，王老师对我期望很高。啊，下的不是很好，因为很多地方感觉就是动不了，有这种感觉，是就被对方压制这种感觉。对。然后你看这一套其实是个大问题手。哦，这个
这个这时候杨洛伊，因为我俩是在一个对局室嘛，他忍说了一句，你说了什么？我忍不住了，忍不住了，又靠了一个，然后把你吓死了，又把你吓倒了。因为我发现果然碰到知己了，这种棋是难以忍住。他但是这个棋有点失去理智了，太失去理智了啊！也，嗯，你这个棋其实对这个子的不负责任，可以说是为什么呢？完了，你看啊，你不要冲上，你单板的。哦，这我犹豫了一下哎。嗯，这单板是感觉。这个棋白棋就很无聊，吃这个子了。这棋他只能走这儿，然后你再一冲。对，嗯、少冲了一下。少损了，这亏不是亏一点，一手棋，啊、嗯。嗯以后你有什么顶了搬过来、嗯、你或者现在不走是都是可以的、嗯、是吧嗯实战这一冲几乎是又让它变成好棋了嗯所以这期杨洛伊还是应该是慢慢的不要急嗯你通过攻击你还是为了获得目的不一定要把它吃掉就这样反而让我比较难这你更难很难受你如果走这儿的话它就锁顶这就比较自然了这个吃起来应该是很自然对吧如果你要跳的话它就压一压东方不亮西边亮嘛对吧这边不亮那边亮总是让你很难受一点嗯啊实战这个冲可能要为自己的付出的代价了对先冲再冲一下啊嗯对嗯然后这个时候飞了一个没有我的这种打了一个枪这个我当时夸他了、嗯、我说跟王老师一个感觉嗯不愧我学生啊啊我当时第一感也是走着没有我当时是独角然后打一个枪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嘛等我说吧我万万没有想到他是为了打掉走的这步棋、哦、我当时以为哎没有我走完这步棋然后一看哎这块就补上了啊我当时觉得你这一飞嗯、哦、你这步棋你要是没有目的嗯现在这一飞我还好以后这一点他一粘这一尖依然没完对依然没完你知道吧、嗯、所以说你这步棋下得真好然后这个地方有先手啊这个地方肯定不怕了只有长了十几目这你可能就要绝望了，嗯，是吧？去，粗粗一点，六十目，嗯，加上这个地方七十目棋，这棋要再加天目的话就很困难，嗯。但当时你就当头给我一棒，啊，亲戚朋友说，哎呀，我王老师扇自己巴掌了，就说，有点，我以为你比较懂老师的心理呢，然后你这步棋你先飞出来，给自己点头绪，就下得很好。杨洛伊开始有很多还手了啊，嗯，这是第一步还手，然后这就是第二步还手，就是连起来了，他下得很稳。对，这就是一移棋手非常容易出现问题，什么问题？没有。自己不活完之后就想怎么样赶快回家。哦。当然，你回家的时候你咱们可以玩这种，同样的做法，他只有挡吧。嗯。啊，咱们再跳一跳，这不光破目，依然在长。这是不是接完之后？就顶回来哪个接完这个顶回来啊这个就不重要了没几步棋你跳到这儿就把这个也破了对不对嗯所以这个棋是输的话就是败招嗯只能在这儿怎么就呼一个先这不就给你们非常大的机会嗯你这一进来直接坏了就这一跳非常狠当时也说敢不敢你看我这被他吃之前我应该还不错吧、嗯、不小心被冲死了没注意我忘下着下着忘了对你这个棋有问题啊嗯这个有问题你这棋你就单尖一个呢太明白了你不需要你这个那你看这长两个子这块不活嗯对尖一个那你就把这个走了吧这两个子嗯老爷你看一下现在你在这儿花了三手棋嗯一目棋几乎没有就看不到啊，嗯，但是这边刚才五十目棋，现在可能四十目，你少了二十目不说，黑棋是全后变成前移，这、嗯、这个地方可能就直接影响到胜负的地方，所以说，在这种场合的时候，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知道吗？你可能我你是不是有优势意识，有点对吧、嗯？觉得吃了它了，很满意了，
但这个时候再补的话，被人家进来的话，可能前面的优势就没有了。嗯。甚至我觉得现在我比较喜欢下黑棋。我当时当时我算过这。你走这儿啊？然后杀这。这个就是不受你掌控了吧？嗯。因为自己的行动也不太好。嗯。嗯。哎，比较沉闷啊。嗯。没有没有，在思考。在思考啊。嗯。我这时候其实是开始想，以为是可以断的。啊，你断，你觉得吃死不便宜是吧？对，他好把我吃死了。对，这个棋你退啊，现在下这咱就不想别的了。嗯。这个时候是不是你没有办法？你比如先跳上去问问他。想过。嗯。你先去问问他，然后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棋就是双方拼胜负的地方，嗯、或者咱东碰碰西碰碰。他比如说搬，咱们就连搬一个，他这个味道也不是特别好。哦，我想起为什么没有跳这些了。啊。我是想，以后可能有别的手段。什么靠断你的吧？对。还想保留一些味道。嗯，就后来发现。最后生虫了。其实最后就是，你保留嘛。对对。保留了生虫了。嗯，有一点的感觉。对。我觉得我这时候我是跳的吧。嗯。你这个地方整容肯定整的不是很好。对，我不太擅长整容。不太擅长整容吧，本来就很好啊。然后，这个地方你先弄弄啊，问问他。现在动的话应该是可以。看着白皮比较薄。他现在敢点你吗？敢吗？不敢了。他说不准吧。因为我当时只算黑棋，然后下来的话让我杀了是你。你就想吃他了？他已经想开始就希望你下来。嗯。看吧，咱们看这边棋吧，现在也不关心胜负。这走完之后你还是可以的。我是觉得这时候我还可以，挺好的。来吧。然后再跳。这时候想算了。啊、嗯，这步棋有点，就是这步棋造成的。哦。先不动，先就围住。这棋黑棋还可以。嗯。起码也是个关子棋，感觉黑棋要好一点，我觉得。嗯。因为这一场被钻了太多了。嗯。还手太多。这被围住了，等于走了一圈之后，白棋几乎就没走，自己没了嘛。那黑棋还走到这一点，这一点是巨大无比的。嗯，我觉得反正这个拐子这个子，我觉得也很大，挺大啊。逆收官子，白棋走是先手嘛。嗯。实战你直接这个靠，他这个太下太漂亮了，他这个点确实是下得好。也吓到我了，确实吓到我了。这个点嗅觉非常敏锐。嗯。嗯。表扬你一下啊，继续加油。嗯，来吧。我应该粘上。嗯，这差不多，粘这个吧。嗯。这个无所谓。然后现在你这个时候跳这个了。嗯，我学他。啊、嗯，学他这个。这个跳法跟我的第一感一模一样。哦。我前面说，自己补一补，然后白棋跳下来，慢慢收官。王老师总跟我们俩套近乎。主要有棋力作证啊，有棋力作证，也不是主动靠近乎。嗯。但这个棋形是在这儿的，哦，拿捏。其实为了告诉你这一下，这个地方它是有问题，而且这个尖先手，它是有的是几乎是不太可能动得了。嗯。然后你自然就后了，你实战走的话，确实是这个地方有点味道。他实战这个使出了这个必杀手段啊。这我没看懂，其实。对，我当时也觉得很惊讶，什么意思？后来白亮他点的时候，我知道什么意思了。但应该是断不了我的吧？断不了你应该是。我这时候都想着他能冲断我，怎么处理？对。下一个给忘了。他这一点确实在读秒声中。对。确实挺讨厌的，你这个手法。你直接爆火了。爆火被点了一级。哎。爆火。粘上就行。粘这个。不粘这个。啊，粘这个就行。粘完走这。哦，这什么？走这个，走搬了？会搬吗？哎，对，走这个，记错。走这个啊！我当时好像看的靠不住啊！我看错了是吗？是不是？嗯，帮我看错了。对。那我这连不回去吗？你这个地方，我觉得你真不能这个子要想想办法了，可能不能要你煎一煎了。
利用这个味道煎一个。哎，这地方他应该想吃你，不太可能。我也觉得不太可能吧。这要是你都这么多子了，他就孤军奋战啊。是。再把你吃了，不像话了吧？嗯。但是，实在你这个有点就是出乎大意，对吧？太粗心了。就没想过他会把我断开。对。就没防备。实在你一贴，他这个我看他下的这他倒挺快的。这时候我也很快的粘上了，我忘了，忘了这有一个事儿。然后这被一冲断。哦。吃了25期。好大呀。25期之后可能就不太行了。不够了。对吧？白吃25嘛，这就。对。他收官感觉亏大了，收官亏太多了。你的官子下来还可以，谁官子下来还可以？你是吗？你官子还是便宜了。嗯，便宜了一阵儿。对，这盘棋他官，你是优势一直太强，啥都缩。但是后来有个地方，咱们再给你说一下啊。嗯。最后一个地方。嗯。哎，棋形没有拿捏好。嗯。嗯，没什么。想骗他两下，对没啥用，也不至于，反正我俩都读秒了吧，我也没什么时间。嗯。打人。我是不是没有挡？哦，走这一步。这个地方啊，如果单纯从观察角度来讲，就可以挖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嗯。哦，我知道你是说这个啊，这我一搬，就回来了。嗯，但是好像这挖一挤什么的，好像不一定行。嗯，但我挤的话，我可以能过去，如果过去的话肯定可以。那现在你肯定要弄他，对他有点想法。对，可能冲点一个。啊，冲点啊。嗯。冲点冲吗？是你风格。啊，我走这。顶出来。啊，我走这。再穿。嗯，接着搅，但搅一下，你点着火了吗？哎呀，要点你，哦、这就是白天点啊，挤一般着。对，我这也杀不掉，杀不掉。哦，我想想，当时就是黑棋走完这个，然后煎了一个，然后赶紧走。哦，赶快走一个。最后你有一个地方，我要严厉的批评一下啊。哦。这不能跟你客气了。嗯。前面说，前面说都是我跟你太客气。嗯、然后，这是第三局了，不能再客气了。这是后来了，后来就有个挡子吧，嗯、啊，他也打拔了，咱们就直接摆后来吧。啊，就摆这个局部。这个局部，然后他也煎过了。嗯，然后你就加过了。啊，是不是提醒这个？对，这个是我痛骂一顿。然后走这儿。嗯。然后走这儿，然后走这儿，我没有记错吧？对，嗯。也不站住。这个时候他做一个4-5万，你如果跳到这儿。谁赢谁输可难讲。这块搬过，这打过了，这样，对，打过了，这样的一个，跳到这儿敢冲断吗？冲断的话，我一打十一搬一冲，尾巴掉了。嗯，这也可以哦。这也可以，是不是、啊？嗯。然后走到这儿的时候，然后这个棋在一起。这我哪看出来？在一起的问题很严重啊，白棋问题非常严重。白棋说走完就得断吧，补一卦之类，就没完了。而且这个棋官子刮了不知道多少了。嗯，我既然你也不敢断，我就贴回来。对，上面好像也没什么眼，几乎没什么眼，不说死活问题吧，反正活了也是两目活。我觉得这个点，除非是做死活棋手，就是给我这个局部，然后给我点时间想。那、对局时候那种读秒，我现在的水平不是必须告诉你这右棋。嗯。对吧、嗯、他肯定也没看见，他这个就是在撞气，自杀性的行为，知道吧？你不撞气的话没事，一撞气的话、嗯、但其实我应该能感觉到我这个肯定不是好棋，靠一个肯定是本身目数就亏了。嗯嗯，对，这是你最后一个机会。哦，跳到这儿吧，我觉得这盘棋要以你可能要为你的后半盘的轻松付出点代价了。嗯，知道吧？优势很多的情况下没有官子一直在亏，对不对？嗯。还有我们这个，这边就讲到这儿吧。然后我们这个小朋友马上也去加拿大了。嗯。啊。好。然后希望就是，反正在以后在你们他在加拿大也跟能力多多请教，想不想跟外老师多下几盘？嗯。想不敢说请教，不敢说请教。确实，加拿大下棋的棋友还是很多的。啊，有很多中国人，中国的棋友在加拿大。嗯。
也我们祝福他也是在那边学业、围棋、生活能够开开心心的，好吗？好，能够各方面全面发展，好吧？好，期待你成为加拿大围棋第一人，代表加拿大，对，我觉得很有希望的啊，继续加油啊！嗯，啊，对，还有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这盘局为什么是不是升降级，是友谊对局？嗯，因为我俩处在同一 IP， 啊，下不了升降级，就很多棋手没压成分儿。对，在大家，大家稍微理解一下。嗯，谢谢大家理解啊。好，歪歪继续加油吧！我觉得下一次我看好你，我还是支持你、看好你的啊。嗯，好。行，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啊。好，我们下周再见。嗯，观众朋友们再见。你的体力没有进步，我的头脑更糊涂，但是我们热情不灭，不轻易。